几天没吃饭了？别动，老实点。你知道不吃饭的后果吗？你别生气，姐，你看我给你表演一个绝活。观众们，离手机远一点，我要爆炸了。这个三天没吃，饿死了。我操，真的呀？你不知道人是饭，铁是钢，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吗？你跟哪个老师学的？啊？哎呦，说错了，这不是掐了重录。重新录，重新录。